首先呢，今天就非常的开心啊，因为一般上看我直播啊，看我拍视频呢，都是自己一个人拿鸡，自己一个人抢，自己一个人吃，所以今天很开心。你看我手上不用拿鸡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请到漂亮的小助理来给我们拿了，耶！这个值得庆祝。OK， 来，言归正传，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呢，就是 The Lok Gumpa， 我们华人华语名字也叫贡巴。那么来到这里呢，我相信大家对这里印象最深刻的呢，来到这里必吃的东西就是贡巴夹面啊，对吧？最近很多人会来这里找吃的是什么？就是星期六、星期日啊，一家人来这里的海边的一些竹草啦，好像那些海尾啦、老友啦、昆菜啦，都是蛮出名的餐厅。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这里的目的不是吃以上的餐厅，而是带你们来吃非常有特色的经济饭。那讲到经济饭呢，我相信很多人就要开始喷我了。为什么呢？因为经济饭，我家楼下都有两档啦，还需要你来介绍咩？对吧？所以呢，要知道的朋友就走，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走 ，OK？ 所以呢，那到了。所以今天如果你站在你是经过这条路，没有熟人带路来讲的话，你走过路过，你也绝对不会想到它是一档卖经济饭的 ，OK？ 但是最重要的啊，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这一家？因为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啊，其实它的评语是很不错的，尤其是它这里这家方面呢，有两个必点的一道菜肴，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阿三虾，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咖喱，听说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但是同时呢，我也看到有些人讲说它的价格会稍微比较高一点点，那么究竟是不是呢事实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进去体验一下，走了。来，罗班人，慕名而来啊！今天，今天有什么好介绍？今天有煮那个咖喱那个竹笋，咖喱竹笋，那个是农家咖喱来了啦。然后还有煮阿三虾，阿三虾。我今天是那个梅菜扣肉，梅菜扣肉。我听说阿三虾跟你们这里的咖喱是必点的哦。咖喱是我妈妈那边教下来的，是传统的啦。所以今天煮的是农家咖喱。你是在这里？你妈妈在这里开始煮的，还是你本身在这里？没有，妈妈在营业的，妈妈的生意的。说妈妈老了，她不能做了，我接咯，我接班。在这里多少年了啊？从头妈妈开始到现在有差不多40多年了。哇，40多年还老过我。那当然，你还年轻。听说你这里的海鲜都很新鲜，你想？我哥哥他出海捕鱼的，哥哥自己出海捕鱼。就是说你们自家的船，然后自己卖。还有干蹦里面的他们批发的那虾鱼也是在我们自己干蹦出的。哦，新鲜的鱼啦。就是完全没有冷冻过的啦。没有冷冻过的。这个就不错。哦，这个你哥哥自己做的。这个是农家咖喱，有两种咖喱，今天煮的是农家咖喱，有这个 tomato 跟那个咖喱叶的。这个是农家咖喱，平常都是有 wagyu flour 的那个。还是本地的。有，外面的客人差不多80%呀。哇，外面80%哦。嗯哼，本地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渔夫嘛，他们自己家有自己煮的。你会开在这里是因为你的家在前面是吗？公公的家的老家。哦，这个公公的老家是吧？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你要放一个招牌呢？他生意好要放招牌。看你都走得到了，还要招牌。哎呀，他有爸爸妈妈的回忆啊。你看这里写有爸爸妈妈的回忆。你的哥哥是吧？好，二哥你好。主管，刚去抓鱼回来。还没有，今天没有出，还没有开工，连续两天。他是他的水流太大还是什么？没有，我就有一点事情啊。哦，就有点事情啊，所以比较难做。所以你现在你每一天你抓回来的虾就是给你的妹妹卖吧，有啦。虾子都给他卖了。没有批去外面的啦。有抓才有批啊。哦，就是说。完了才批给人家。就是说早上抓回来，下午就给他卖。对。哇，这样是第一手最新鲜的哦。难怪啦，你这里原来还有自己的船。我弟弟去抓鱼啊，我去抓虾给他。哦，鱼虾都是自己抓，菜是没有自己种不了啦。自己。他抓三虾。
什么会特别介绍他们来这里吃？火家哦，火家，自己火家。你吃到特别推荐的这里？啊，鲜的，它的海鲜很新鲜，鲜啊，鱼露酱海鲜新鲜。它的白鲳，白鲳啊，它的鱼的骨来就是很好料了。哦，这个呢？哦，这个呢？这个就是骨来。来，上菜了啦。五样菜，三个人，所以各位粉丝们啊，我先吃了嘛，冇意思，我开食先。看到吗？他的虾，差不多我手掌这样，半个手掌啊。哇，他的阿三酸得很过瘾啊，一口下去啊，那个味蕾都醒啊，而且他的阿三酱很浓郁啊。挂在那个虾上面，够浓稠。哎呀，我食先咯。新鲜就是王道，真好。难怪每一个人来都会推荐啊，这个东西，真很简单，连手指都要煮完它。来，接下来。它著名的咖喱啊，先饮下咖喱汁先。他讲这个是牛腩咖喱，很香。单单这个汁啊，可以送饭吃，吃完一碗饭了，真的不骗你啊，香。我终于，好香，我喜欢的味道。菜来讲就属于一般的水准啊，我们家里妈妈炒菜那种水准哦，没有说很惊艳到啊。味道是 OK 的，味道是 OK 的，就是一般家常的味道，难怪要写爸爸妈妈的味道嘛，对吧？所以这一餐吃下来呢，我们也花了一个75块，75块包括我们刚才的那个五样菜咯，再加上我们有叫四杯的咖啡跟一粒的椰汁，所以性价比你问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对得起那个价钱啊，毕竟人家的食材新鲜嘛。所以你看啊，甚至有一些本地人都会带一些外国的人来到这个桑卡拉这样的地方吃，所以证明了一句话咯，有时候好酒不怕巷子深啊，你要好嘢食，几远人你都揾到嘅。但是如果比起这里呢，你要找到好像那种煮炒的海鲜啊，那种 wok 它可能就没有。不过相对的，它更多让你有一种怀念的爸爸妈妈的味道，就好像那个老板娘的那个牌子那边写的，就是一个爸爸妈妈传统的味道。OK， 最后呢，就记得 follow 我们 subscribe 我们的各大平台的那个主页。最重要的是记得我是阿红，带你吃喝玩乐找肉棒。OK， 谢谢大家。